少人忙忙碌碌追寻，无欲所求非真，如何安心？如果机缘来临，与心灵指引，快留下脚印，为过客道指引。不是梦，在途为难之中，为师总是让途承担最轻。虽然世间沉重，必失去图腾，换不回途为最折磨是心痛。途遇到时，每一天都不同，有的贴面警惕，有的只过山丛，终于换冷静反省，展露笑容，静静的一生就能接近成功。不是梦，在途为难之中，为师总是让途承担最轻。失去图腾，换不回途儿，最折磨是心痛。途经的人，每一位都不同，偶尔鼓励肯定，偶尔找回真正，慢慢的真心温柔，耐心宽厚，彼此的感受，呼吸的时候，只有时不放弃徒儿，只相信万事也会点头，抛开执着远行，能见成佛。同一个事，每一天都不同，有的贴面警惕，有的只过山丛。